他是我的信使。哦，他就是一定要我们去打哎、欸，他就缺胜败了。幸会，这么鸟一直跟踪我。这游戏一直主攻干嘛的？好像会一直有，好像一直锤人就一直升级。我开锤，我又，我好像又升级嘞、欸。这个发光就是我升级了，是。哎、欸，练个拳吧。来来来，我告诉你，我这一套是巴西拳啊。哎呦，哎、欸，有怪、欸，有布林，嗯、啊，灰宝宝，走他。啊啊，嗯，呀，掉宝了吗？嗯，掉宝嘞，掉宝嘞。哎、欸，我可以一手拿棍棒，一手拿火把、欸，你不行吗？哇，那也可以、欸。你们是有办法看到鼻子在哪里的、啊？我终于感觉我自己像战士哦。不行吧？只能自己找啊。哎、欸、哎、欸，好、哦，那、啊、你们到底录了没？有录哎、欸，有录哎、欸，我们在等大凯。啊啊，到底要怎么先寄东西？你研究研究。就把它放在前面那个寄函上面、啊。零路受死。是不是猪皮不能用啊？是要啊，麦子、啊。好像是要鹿皮，不是猪皮。那就是搭这个、欸，来吧。我发现不太好追他、欸、我们用一些人类的智慧，你把火把收起来，动物怕火，我们要用蹲的方法、我从另外一边，我慢慢来。哎、欸，好，你蹲着，你从那边嘛，你在哪里？对，我们蹲好。哎、欸，他过来了。好，等一下，你不要打草惊蛇，你不要跑，打动物要慢慢来，我们要有耐心、欸。我发现蹲着移动是会扣耐力的、欸。那我们就先到附近再开始蹲吧，慢慢前进的，来蹲好，蹲好了，他在哪里啊？蹲好，来慢慢走，知道了吗？我到了，等一下，我回个奈。哎，他怎么动了、啊？你说是不是？啊，他在线啊！啊！他跑了。没事。哎，我被夹到。我蹲他。你夹到吗？等一下，我没耐力了。哦。你很高哎、欸！你是站起来了？我怎么可能站起来？我一直都保持这个姿势。我们回去找大凯好了，回去集合吧。回去集合，然后我们目标先杀一只鹿。OK 吧，四个人。哎、欸，我看到鹿了。你等一下。前，往下这只。等我，我绕他屁股。哎妈，你等一下，我回体力。好，我等你。啊，大凯嘞！到了，我们在北边，我到了，锤他！别呀！我再扁一下，我蹲这么久就扁一下，哎、欸，我可以再扁他一下哦。哎，就追他，不行了，就追他，追，人类最强的就是耐力，我们一定可以追死他，他总有一天他会不行。哎、欸，他停下来了，锤死他！他是真能跑啊！你还在追他吗？是那一只吗？是这只吗？就是那一只，快扁他！那他完蛋了呀！有吗？死吗？14滴耶！死了！可以、哦，变成肉了哦，鹿皮，可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献祭吧，献祭吧，还是献祭？你是我的信使，吃死！还敢飞过来？在跟什么战斗啊？在痛扁这个乌鸦，乌鸦杀手。哎、欸，我把锤子丢给你。好，你把东西丢给我。你要干什么？萤火，缺石头哎。那就来一点啊。哎、欸，你是怎么用的？握手我都没看到。我拿着，然后按右键就可以了。拿着按右键。拿着按右键就可以了。没错、欸、没错。那就可以选择带还我，对吧？啊，我不会丢哎、欸，怎么丢啊？你这。你自己去找啊！欸、你小偷要跟还来！哎、欸，你别打啊，我会扣血啊，走开啊！东西还来啊！不是啊，你自己去捡哦，这我自己捡到的、欸。他能捡到是他本事、欸。我刚刚在地上捡到的、欸。来啊，盖啊！要盖在哪？这样。哦，好，我看一下，使用木头哦，可以点火。哎、欸，哎、欸。哎、欸，你怎么讲啊？好烫！哎、欸，可以，
用弓箭哎、欸，太好了！没错，这样就可以打路了。制作台需要屋顶哎、欸，需要屋顶是啥鬼？这里有火哎、欸，我们就住这啦，大概。已知用火，地啦！哎，我烧起来啦！已知用火哎、欸，大概。等一下，我先看看吃的怎么弄。烹饪台，哎，我要吃肉，放在火上面就可以了嘛。哦，可以可以可以烤肉了，可以烤肉了。哇哇哇！烤肉是怎么烤的？可以吗？啊？哎、欸，我烧起来、欸！啊？大凯一斧头把我劈死了，你有头绪吗？不是啊，我想说灰它是会烧啊，烧的。啊！我被大凯用一个斧头给劈死、欸。这里啊，你把 PVP 没关掉，是真奇怪、欸。没呀、啊，那个火啊，那个火啊。哦，是那个火。我能不能一刀把这个鹿给打死呀、yeah! 可以哦哎、欸欸、我可以召唤那个赤血灵鹿了你们要不要来你已经可以召唤了啊我打到了按 M 哎、欸、你家就在灵鹿旁边了我家你说我吗对啊嗯我就盖在这你看盖的比你漂亮多哦你那个到底是啥鬼Oh. 你这是，那他什么情况？他这个屋顶看了真的会中风哎、欸！你这种才会中风，我这个至少有全部挡住哎、欸。设备到了没？到了。好，我召唤了，我召唤了，试一下。好，来哦，来哦，灵鹿哦，准备跟他拼了。整个画面都在震动哎、欸，摇得我头很晕哎、欸。有王啊！地震，地震，很强。哎、欸，他直接出在你家头上哎、欸。你家的屋顶没了、欸？怎么可能？我们是不是叫太快？哎、欸，哇、欸哦，他很强哎、欸！他很强，他不加爆了！我暗影刺客，房子要爆啦！放心，我暗影刺客。大家蹲好，大家蹲好。大家里面顶一下快死了、欸！哎、欸，我打他，他这血量哎！你砍到他一刀是不是？我死他！什么鬼啊？为啥这么痛、啊？哎、欸，我砍到他一下了，我砍到他一下。我过来教训他，6.8滴。哎，风筝他，风筝他。他现在打我，他现在打我，来，换地点。好，来，没问题。没怪子。哎，他扁谁，我们鸡蛋就扁他。老，我们应该都是老猎人吧？哦，哎，我上来了。哎，他现在看我这边。疯狂输出。哎，换我输出，换我输出。被远步卡住我不行了。等等等，我拉一下，我拉一下。你看，勇敢的死啊！我人海深处啊！那、啊、大凯，你倒是上啊！我刚死的，我再跑过来啊！哎，我打到三下。哎，我打到他，我打到他。他死了，他死了，快死！哦，慢慢消他了，打持久战了、啊，人类的优势。我家可以回血吧？很快吧？可以回血吗？我不知道，根本没回啊，一点进攻都没有。大凯，你刚刚怎么休息的、啊？我那时候躲在家里最安全。怕我，然后打起来就不能休息吗？不知道，蹲着就行了，是不是？哎、啊欸，我家好像很安全哎、欸。走开，走开！哎、欸，你躺着，你躺着，你在休息哎、欸。我在休息哎、欸。你躺着休息、欸，还是晚上永久休息？我很危险啊！我等下死回去哪行的？你要死回家哦！道具不要。我看有人在被那个赤血灵鹿追着、啊。那是你吗，大海？不是啊，我在赤血灵鹿的后影。哦，失败。哎、欸，不要了，走啦！不要找我、啊！不要追你啊！你不要追我、啊！我要溜了！呼呼呼呼！怎么会游泳啊？救命啊！该不会在加那里吧？对了对了，我要跑啦！坐下，加一下。可以啊，我要教训你啊！你敢回你就回啊！是啊，你们准备好了？你会被他杀掉、啊？我要顶死了！他怎么看得到我？杀神吗？不是，他怎么看得到我？是啊。
他看得到所有人啊，只要你在旁边啊。我都在那边，他怎么看得到我？为什么我一直在被追啊？为什么吗？我疯了啊！阿玲珑，大唐，我回来救你了。他在你那哦，他在黑暗灵山哦。黑暗灵山哦，我们一人一把弓箭啊，来啊，开战了吧，开战了吧。开战了吗？你开战了。你武器现在是啥？我现在是一把剑，一把弓箭了。我是一把剑。好，那你打近战，我们打远程。大凯打这个中距离。好，我要游过这个河。啊，大凯，你死回来了没？回来，走得好。你死回来了？你学什么跟我讲？我走多少？交弓箭。我应该可以游过这个河吧？不会，不会溺死吧？我可以帮你做枕头。不要！32个石头，我要溺死。你先把皮还我的话，我应该就可以拿一个盾。皮丢在地上了，你捡吧。我捡了个包里面有。你只丢一张？有丢就很好了，你还行。他平常都不丢的。等下在我尸体上啊，有剩再说、啊。我不要鹿皮啊！你要开打了是不是？我游回来。对啊，我们要开打了，大凯。所以大凯现在拉着他嘛。大凯拉到房子这里吧，哎、欸，拉到起点吧，我们拉到起点打吧。中了，哎、欸，哎、欸，很痛哎、欸，对一下超痛哎、欸。那是我也中了一下，我们一人一下。哎，我飞机，我抓不下。拉着他，你拉着就跑。来、欸，拉着，打他。残血诱惑，破了，就破了。残血诱惑啊！有，我来，拉，我来拉。哎。来，我拉，要不跟他这一块防守点，中了，又中了这一地啊，收工，轻松嘛，哦，离开吧，哇，这款要玩很久、哦，这个要玩很久，这可是终极大长篇哦，这是终极大长篇，下一支感觉要走很久啊，至少走2-3天。我个人建议，他一定是想打麻将。来了，白色把金狮子给杀了吧。我们今天就杀一只，就杀一只金狮子。哦，刚刚那一款玩起来，这跟僵尸很像，就是怪有点少，感觉算比较阴里的僵尸吗？要是有雷卷德驴，那真的是秒杀。你说珠宝也秒杀？那个灰宝宝走出来秒一下就死了。你走，灰宝宝挥着打、啊，你只要走进森林，就全部都是野猪。然后你挥一下，就一百只野猪跑出来，100只野猪追着你跑，每一只都要打20下才会死。毕竟这个游戏里面有中百个大陆。如果他要那样玩的话，那肯定是有大陆。我们还要盖一个天空之城。那个时候人类就要躲到天上去了。